但东京的暴走八神，哎，八神这个先锋给力了，哎，除了麦克版的八九杯 AB 过去，暴王 AB 过去抓一个麦克版的 DB 吉洛洛，哇，压起身，宝宝现在还有最后一口气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双方再次把气爆掉，小 D 被对方 CT 反击打掉，那现在，哎呀，这个升龙，东京把自己的爆发给他出卖了。小草把气爆掉，果断就放麦克版的塔大蛇梯来。暴王也比较聪明啊，利用抓头杀来躲开对方的大蛇梯的，这一波打到结结实实，五 hit 连击进板边磨血。哎呦我去，双方同时出炸招了，大蛇梯跟对峙冲击相杀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小草这个升龙没有套到鸭王啊，不是包王。包王现在赶紧后卫 B 回避对方的大蛇梯，判定过来想抓头啊，可惜这个距离没卡好。小草这个 Max 版的超必杀技，碰一下半管血，再碰一下就是没有了。两个大招，一管血。宝王这也是把自己的小草拿出来爆气，180大蛇梯，好，对方 DT 反击，那现在再次放波，宝王 AB 过去，可惜啊，这里东京及时打出自己的大蛇梯，宝王现在血量一点点，前 AB 取消，直接再次燃烧出大蛇梯来，解决了东京这最后一次血。